机会来了，打太漂亮了。哇，手好长哦！欢迎。哇哦！
不停，你偶尔就死一下嘛，都不死。哇，这么来。打脸没有。三啊，三六，三到六哈。对啊，尽量尽量。缺席太多次。听说你们要开赌盘啦？对啊。我们来就讲好。你先扮猪吃老虎是不是？先没有故意输几场。没有没有没有什么扮猪看一下。我说之前你怎么会输那个？你让人家信心大增，然后开赌盘。啊，没有。张教练那招你都学会了。张老师啊，都会。输了。哦，张文说那招现在老教练都会了。没有没有，不来这一套。明天啊。好。好啊。好险好险。嗯，哎，笑了。好，拜拜。对呀，严叔。完全没看到你打，更上。对啊，因为已经很少跟那些什么顶高的比了。对啊，他们
一个是很黏，一个是球很尖，很犀利。不停，很耐打。然后那个心仪手腕那个瞬间变角度。我跟你朋友打，因为其中女生都比他快的。对，我刚刚跟阿兵配也是啊，他拉掉了。他跟他们比快，也比他快。球戏嘛，对啊，拉掉你，你一定要跟他配久一点，才知道他的习惯打哪里。哎呀，等一下再打。你刚刚好了吗？什么腰痛？这两个都是不会走位，不会那个打点，直来直往那种。像印度人好一点，嗯。会上他们打小时候这种孩子，打我这种他就完全没办法打。